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PJ 156频道。今集就系呢个嘅九瓜巴士贴纸介绍加自制 DIY 巴士，就系呢个啦，就系有啲12.8米嘅 ADL E500 嘅12.8米巴士，其中有啲我掹咗出嚟，就装咗喺。喺度啊！呢31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张床嘅设计，又系一个巴士床啊。咁就系、是、系啦。咁我就将啲关于巴士嘅贴纸，首先就系呢个介绍，第一个。个玻璃楼梯系呢个白牌，然之后侧边有条线，呢度12.8米两格窗，环保引擎，白狗啲乌溪沙站，呢度。我而家就去E6巴士，就系九龙东特快，金色嘅，12.8米搭长。喺度，然之后第三格就系呢个龙运嘅 S64C， 我呢个东涌入东牌都有啦，未应该有得卖。KMB 九巴服务日日重复。咁我头先讲嘅呢个自制巴士就系啲咩咧？系啦，原本谂住拍不过中途失败咗。系啦，就之后整咗架就系、是，不过冇拍制嘅。新巴12米嘅巴士，中华590 NX204，啊，个牌连咗。咁咧，佢就设置咗一个啦，一个。环保系呢个 Alexander Dennis 嘅贴纸啦，咁就呢个森巴嚟嘅，系啦，我嚟紧谂住贴一个 A31，呢个就系 A31嗰张贴纸 ，A31大桥香港口岸。呢个都系龙运，佢哋嘅上落标志都有嘅。咁呢个微型巴士书介绍咧，就2022年又有呢、这个，系啦，好靓啊！张贴纸，就系咧都会介绍嘅，就18蚊，大概有11款左右啦。可以买个本书或者喺去微型嗰啲专门店嗰度揾呢啲。我等咗呢个贴纸好耐，就系、是、一个环保引擎嗰、那个，系啦，连我个纸仔巴士度。系啦，咁而家就研发紧呢个自己，学习紧呢个高级剪片技术，仲有嗰啲，系啦。用啲专业啲嘅镜头嚟拍摄。好啦，今集呢个巴士贴纸介绍嚟到呢度，我哋下集见，拜拜。